着急，都是他们的。别着急。成绩。一百块钱的。还挺准。好嘞。加点黑猪肉啊。麻子酱。十五。你俩吃不了多少。好不容易少。猪肉太累。都好肥的。去掉皮，抢了啊！那都抢了。全场直播。黑猪肉。你们来点什么样的？好嘞，来，好。要赚这些，你们来什么样的？包饺子。包饺子是来钱的吗？或者来这个，或者来这个都行。你要瘦的来这一块，要肥的来这个。钱同学，实在要那什么就来这儿，就是别来这边。这几个都可以，提醒。啊，就这边太发死了，也屁股蛋子，不能来这边。要就来这边，来这块。啊，饺子还是多呀。过过过过就跟坐马去一去了，这块挺好的，没给票，他们拿了一半，也是侥幸，肥瘦也合适。也是100块钱的，97加了3块，这个也是100块钱的，97一样的，要一块，要一块，这块归你了，侥幸。我给你加点100块钱的，感觉这个像脖子那吗？脖子在这儿呢，这儿不是脖子，这这么着，挨着五块，这是，这是这么待着，挨着五块，这也不是脖子，没有脖子，没有脖子，脖子不是长这样的，脖子有肉不？脖子这不吗？这样的是脖子，它是跟这儿挨着的，这儿着，这是脖子肉，这儿呢，下去了。行行，给你去了皮，要么就来那边，到那块也行。那是五花，多少得带鲜肉，多少得有点，不是一点没有也不可能。都拉了几嫩，去那么多乱七八糟的，都去了。你不来这个就来那个，来要瘦的。这是膘，这不是油，这是膘。它就这么就是该这么长的，这个猪肉我给你去点儿，哎，都行了，再多说，这是要不是油，瞧着这块有的挑吗？不能挑这块的。500块钱的，99，我给你加1块钱，加点瘦的啊。老年的，老实拿，老实拿。脾气了吗？你还把这些包了？你吃了吗？哎，我们也不要，在身那儿。需要吗？要。要不要？要的。这儿呢。不要了，那皮不要了。那鱼吃呗。排骨，你家成扇给咱吃8个了，卖了10的，明白？成扇儿就那么多呀？你那半扇给那您馅儿得了，来半扇也行。你这那要多少？你说要多少？不行。我靠，您要三轮车吗？没有三轮车的，我们这都来洗的。那我有点时尚。你啊？开车开得了吗？啊？肉多少人呀？肉15了。这是五花。那个都是你买东西的，我不认得。我可以不见，老板，你把榴莲拿过来。
先弄着吧。啊，你放菜。我先拿着呢，先弄。那我把排骨都放进去了吗？我这还两袋。别慌，别弄整错了。给买张啥的，别多多。给买张啥的。对，正好人家不在了。自己吃，我老上公司买我。他能中。猪蹄能卖，猪心十二。还有排骨不？排骨这儿的，还一扇。刚才你瞅了吗？来来来，给我点法律。好嘞，好嘞。来猪心吗？来、哎、我的猪心，我的猪肚，我的小肠。你要猪心吗？对呀、啊。小肠。小肠没了。多少？齐了吧？你们这个是吧？我们齐了，我们齐了。齐了，我给你腰了啊。啊这是你的，这跟这装一起。我那个猪心。大点轻。那个，哎呀，你放哪儿啊？我的天哪！你也加一下，咱俩一起加，拿手机一起加。排骨多少斤呢？排骨那个十八的，那二十的那是。这几斤？那11.16公斤是459的。啊，你就加价钱去，咱们差不了半斤啊，一毛钱也差不了。459。来，搁这儿。看看里面能搁多少，搁多少。哎呀，你这没有拿到那个。也没来过，怎么知道你们这么野？一袋一袋的，我要错了，刚才来吧，胡椒吧，差着呢，哪儿去了？我说怎么不对呢？这243。243的。哪一袋压好了给我？243。对，差点这腰差了，基本能感觉到。57.5。54.75。哪儿啊？54.75都不行，一会儿还得给你那什么，54那就加上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这里还挺远。喝了这个417。哦，听不，咱听不出去了。他能喝吗？不能喝了，一点受不了。你先给他喝完了，你把钱付了再说再想办法。对对对，哎呦，买几兜还挺难的。别着急。成绩去吧，这个不去不行。先要分量。先要分量。不行，他那个往下拖，拖秤了该，就得系紧点儿。这太沉了，拖秤我就亏了。这锅卖真快。这个是453，没了吧？没了，1687。哎，你别给我那什么着呢？1687。这里面有肚子吗？还有一个猪心。卖了3头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几块钱来着？13是十几。